好，那我就唱战歌哦。战歌就是我在我的摇动。全国的同志们，全国的同志们，好的，劳动者，好，劳动者，统一劳动者，全国的劳动者，勇敢地站出来，为了我们的胜利，是。不怕任何牺牲，反腐帽，腐帽，反腐帽要生存，反腐帽要生存。那个备查已经搞了，我们要对抗的不是我们身后这些人，都很清楚，因为我们也是非常清楚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对抗。这个广场内，请立刻用你的用你的电话，用你的 Facebook， 或是用任何的方式去告诉你的朋友，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我们现在正在占领行政院，我们还有需要更多的朋友去维持立法院的安全。然后后面人就开始搬这个。那解放台，那在台里的过程当中，请将身体放软，请将身体放软。当你越张身越反抗，他施力会越困，越困越简单。请将身体放软，来。